人之错没有半丝恋浮名，无止境所经之处也留情，穷一生善恶最终亦看清，摘取天空那颗星，寥落心境，孤单也任性，再飘可怀着冷静，狂傲似冰，这生再为谁动情？谁稀罕在这世间中留名？回忆中痛心之处已难平，地跟天就算最终在我手，那空孤身与寂影，天下男人皆独行。你咩人啊？我是一个最了解你的人。没人比我更加明白被男人抛弃的那种骚扰是怎么样的。所以我很同情你，也要替你的遭遇感到可惜。你是？我今次来是想帮你有个解脱。在这个时候只有我才最明白你的感受。当一个女人被男人伤害到痛心极点的时候，只可以有两个选择。不要再说了。一就是强忍伤心屈屈而死，一就是杀了她，这样可能你会少一点。青青，我买咗啲烧饼啊，趁热食。咩事啊？无名，你可唔可以帮我做一件事？使唔使我带你入去？唔使啦，永记得入边嘅路系点行嘅。放心啦，我虽然系盲咗，但我记忆同埋感觉，我都比一般人敏锐。你叫我带你行熟啲路，你系咪谂住一个人揾丁鹏报仇？无名，你帮咗我好多。如果你仲当系朋友嘅话，你就俾我一个人去解决自己嘅事。你应该知道。我带你嚟揾丁鹏，并唔系单单为咗帮你，亦都系为咗我自己。我好明白你所受嘅伤害同我一样深，我都自问冇足够嘅理由去阻止你对付丁鹏。但系
无论点，我应承你，等你做完应该做嘅事，我先至解决同丁鹏之间嘅仇恨。 听家丁讲，你等咗我成晚喎。冇错，我知你丈夫唔喺度。嗰一晚都已经讲得好清楚啦，丁大哥根本唔认识你，咁你仲嚟呢度揾我，有咩用啊？我嚟系向丁夫人道歉噶。 其实我嗰晚真系认错咗人。我同我丈夫系指腹为婚嘅，但我连佢个样都未见过，佢就已经失咗踪。咁啱，你丈夫同佢同名同姓，我一时揾丈夫心切，先至会认错咗人。希望丁夫人唔好见怪。原来一场误会，系咁你搵翻你丈夫未啊？如果佢有心摆脱我嘅。 我谂佢永远都唔会翻嚟我身边，我又何必一厢情愿去强求？你丈夫点可以咁对你噶？如果佢咁做系开心嘅话，我唔会怪佢。你系个咁好嘅妻子，失去你系佢嘅损失。系啊，我有一份礼物送俾丁夫人嘅，就当系我向两位道歉。 同埋祝你哋新婚嘅贺礼。原来系一条红线啊！有冇听过月老嘅故事啊？传说天上面有一个月老公公，能够将凡间嘅有情人用一条红线去牵引住，无论佢哋相距几远，分隔几耐。 只系天所命定嘅，月老都会令到佢喺翻埋一齐。好多谢你送呢份咁有意义嘅礼物俾我。仲有呢把剑，我用唔着噶啦，我转送俾丁夫人。你唔留翻嚟自己防身？带住呢把剑上楼，我反而会觉得沉重。 丁夫人，你可以将佢留为己用啊！系咁，多谢你。我都要走啦，相信我哋以后都冇机会再见。夫人请保重。 如果你留喺度，只会令自己更加痛苦嘅啫。你嚟咗？你约我嚟呢度，究竟为咗咩事？
你放心啦，呢次系我最后一次揾你，我以后都唔会再打搅你噶啦。你要离开呢度，所以我想见你最后一面。你系属于忘忧岛，或者你应该翻去嗰度。我已经是一个冇根嘅人，我去边度都冇所谓。咁我唔信。我别无所求，我只系想趁今晚月圆之夜，去月色底下望多你几眼。事后都唔早。喺临走之前，可唔可以俾我摸清楚你个样？我想将你个样永远印喺心里面。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同着春情，今日秋里，只恨凭谁说。堂堂剑气，斗牛空盈旗，系你，又系你！你一早听我讲，就唔使搞到而家咁狼狈。你真系冤魂不散，懦夫！你讲乜嘢啊？我话你系懦夫，你好有一身武功，竟然睇住自己心爱嘅人嫁俾仇人！你唔好再讲啊！你点可以忘记丁鹏对你嘅仇恨？当日系边个揾你入地牢，冒充你去接近谢小玉，夺你所爱？你咁都忍得，仲系男子汉大丈夫？但系我应承过青青，你中意青青，定系谢小玉？当然系谢小玉啊！咁你仲等咩？唔通想丁鹏将你心爱嘅人变成残花败柳？我唔准你再侮辱佢！我多人冒险，由地牢救你出嚟，原来只不过系一只胆小如鼠嘅缩头龟。冇错，仇人必须用血嚟偿还。你终于明白，我可以用我的血激发起你的杀意。丁鹏，丁鹏，丁大哥，你回来了？去哪里去到这么晚啊？你知不知道我今早收到一份很特别的礼物啊？估不到一条红线背后会有个故事的，
传说天上嘅月老用一条红线将两个相爱嘅人绑喺一齐，咁样佢哋就可以一生一世唔分开啦。边个讲俾你知噶？咪嗰个女人咯，就系上次揾错丈夫嗰个女人咧。你见过佢？系啊，佢今日嚟揾过我，话上次嘅事全部系一场误会，而且佢仲话我听，佢同佢丈夫系指腹为婚噶，根本连佢丈夫样都未见过。而且佢送咗呢条红线俾我，等我同你永远都绑埋一齐啊！佢好好人噶，不过佢嘅眼神就有啲古古怪怪咁。阿丁大哥，山庄揽晒无辜，你究竟同我丈夫有咩仇怨啊？我唔想伤害你，叫我出声出嚟。我丈夫佢唔喺度，你嗰位朋友已经嚟解释过啦。上次只系一场误会，你点解仲要同我丈夫过唔去啊？我唔系为咗朋友，我系为咗自己。我丈夫有咩对你唔住啊？你究竟系咩人啊？我系咩人？你竟然问我是什么人？桃红柳绿满城春，轻罗小扇玉人亡，情深意重相思愁，横世血结似丝中。为什么你会识这首诗的？难道你是？没错，我就是你一直想见的荆无命。你就是荆无命？仲记唔记得嗰啲诗？每一句都系我用尽心力去写，根本上你应该系属于我嘅。咁点解当时你唔肯见我？因为我嘅生命只系响刀剑同手杀之中度过，所以我唔想俾任何希望。你而家应该明白，当日丁鹏会应我嚟接近你，系想利用你对我嘅感情嚟达到一个不可告人嘅目的。你错啦，荆无命，嫁俾丁鹏系我自愿嘅。冇可能，冇可能！我清楚记得，每次收到我写俾你嘅诗，你都会流露出惊喜同爱慕嘅神情。应该中意系写诗俾你嘅人，系我荆无命啊！系，我承认，我曾经俾嗰啲充满感情嘅诗深深咁吸引住，但系嗰啲只系一种虚无缥缈嘅感觉，并唔系实实在在咁去爱一个人。一直到
我遇到丁鹏，我先真正感觉到嗰种感觉。如果当日令你有所误会嘅话，我真系非常抱歉。你讲大话，你而家仲记得我嘅事，又咁喺度自欺欺人，我唔会放过丁鹏，我一定要杀咗佢，系佢想走你嘅。多谢你呢一剑，公主，我宁愿伤害你，都唔想呃你。传说天上的月老用一条红线将两个相爱的人绑在一起，这样就可以令他们一生一世永远都不分开。青青，系阿爹啊！爹，爹，你几时嚟咗中原噶？爹，青青，阿爹已经知道所有发生嘅事，你今日所失去嘅一切，他日必定会十倍得返。有一件事想问清楚你，我哋究竟系咪江湖上人称为魔教嘅人啊？你已经知道，你点解一直要瞒住女儿啊？阿爹唔话俾你听，系怕你背负住魔教嘅阴影。我哋究竟做咗咩伤天害理嘅事？会被人称为魔教？冇，我冇做错，我哋冇做错到，系嗰啲所谓名门正派，佢哋先真正系邪门外道。如果当年唔系佢将我哋明月教赶尽杀绝，你娘亲就会死，我哋亦都无需隐居忘忧道。江湖上面嘅恩恩怨怨，我唔想再深究。青青，翻到爹身边，等阿爹照顾你。女儿只系想一个人，
过一啲清静嘅日子。爹，如果你仲系爱锡女儿嘅话，我求你唔好再伤害丁柏。究竟发生咩事？我第一次用剑伤着人。究竟佢系咩人？佢点解嚟呢度捣乱？已经无名。不能够怪他的。你刺伤了他，他一定伤得很深。在我刺伤他那一刻，我才知道为了你，我不惜做任何事。我不知道自己有冇选择错，我只系知道我呢一生人永远都系向佢自己有利嘅方向行，忘忧道，神剑散状。喺呢度，我好似攞翻自己以前嘅嘢一样，但我好清楚知道，无论我去到边度，我最爱嘅人就只有一个，佢就系清清。我现在可以做的就是每天去望他一眼。我知道他双眼是因为我而盲，我对他的伤害实在太深，我不可以再被任何人伤害他。好欠他的，我想我这一世都还不清给他。我不可以再让他知道我来看他，但愿他对我已经死心，这样他会好过一点。我终于都是没有行到过去，因为李智告诉我不想跟魔教人扯上关系，就只好狠心动地。我不想失去自己辛苦建立的一切。没多久，我已经以神剑山庄的主人身份在江湖上面建立了显赫的地位。庚子年六月初一，我开始了为正派人士清除淤泥的行动。武林正派里面隐藏了五个神秘的败类，人称之为南北五毒，他们奸淫老娘，无恶不作。就在八月初十，捕猎五毒之战一举成功，江湖上人人震惊。自此，六大派将我丁鹏视为继谢晓峰之后，江湖上的另外一个神话。丁庄主。五毒虽然伪善作恶，但他们在江湖上都是有头有面的人物。咁多位掌门，不知道你们认为应该怎样处置他们好呢？任凭丁庄主定夺。走。由那一日起，神剑山庄就成为武林各派圣地，每日都有很多人来求见我丁鹏。叶掌门，聂掌门，我是空洞派掌门，有事求见丁庄主。请稍后，庄主入边见个客。卓掌门，我同你一样都是有要事求见，但是都要在这里等候接见。点苍派和飞鹰派之间的纷争都应该到此为止。丁掌门，但是飞鹰派他们我已经约好了飞鹰派的人来跟你道歉。
但你要应承我，你两派之间要纷争，要既往不咎。丁掌门，就算我肯应承，他都未必肯道歉。我说得出的，他就一定要做。道掌门，这把宝剑是我们飞燕派重要的物件，现在送我给你，算是向你赔个不是。这件事有我丁鹏做证，如果你们两个再起纷争的话，我一定会袖手旁观。好，就凭丁掌门这句说话，我永远遵守诺言。那我收落了。多谢。丁掌门一言九鼎。奇怪，我约好了衡山派的掌门今朝见面，为什么过半日都还未见人？开门啊！开门啊！开门啊！丁庄主，衡山派出咗事咩？系啊，丁庄主，今朝我哋掌门收了封挑战书，对方声称要向衡山派讨回30年前嘅债。封挑战书究竟系咩人发？署名系魔之子，掌门话只有你先可以救到衡山派。发挑战书嘅人再厉害，亦都只不過一個挑戰者，以你哋掌門嘅武功，又何需要咁恐慌？但係掌門一收到挑戰書，行山派上下就如臨大敵，可見掌門意思對方非同小可。咁你哋掌門有冇講過嗰個究竟係咩人？冇，佢淨係強調，如果丁莊主伸出援手嘅話，行山派可能會遭滅門之禍。师兄，你冇死啊！你已经做了你应该做的事。没错，我已经开始实行我们之间的承诺，衡山派的所有人我一个都不留。嗯，做得好。正如你所说，这个只是刚刚开始。但我很想知道，究竟我还要杀多少个人，我才可以达到我理想的目的？你刚刚起步，咁快就想达到终点？世人对我嚟讲，并冇快感。呢个我清楚。我想得嘅系天下武林，你想要嘅系丁鹏。我哋彼此之间嘅合作系好公平啊！但我只系希望我哋之间嘅合作可以早日完结。当你帮我做事而觉得身心疲倦而想放弃的时候，不妨来这棵黄花树下看看。这棵黄花树可以令你记忆翻昔日丁鹏对你许下的诺言。黄花树下，不见不散。小路一夜听春雨，
我相信我同你都是一个痴情的人。这一句诗是同一个心爱的人有关。我已经永远失去了他，你比我幸福得多，因为你心爱的人还有机会失而复得。只要你履行我们彼此间的协议，丁鹏迟早是你的。我们要见丁庄主。庄主外出未回，请你先行回去。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等他回来的。丁庄主，这么多位掌门一起到来，究竟所为何事？丁庄主，我们五大派都收到你一张不祥之帖。丁庄主，魔教重现江湖，行山派被灭门在先，而家五大派亦都成为佢哋对付嘅目标。冇错啦，好明显魔之子嘅出现系要向当年有份剿灭魔教嘅门派报复啊！点解魔教系要冤魂不仇？魔之子竟然以一人之力就可以覆灭一个门派，可想而知。他的剑法真是深不可测。当今武林，除了下落不明的剑神谢晓峰和昔日魔教教主任天行之外，现在只有庄主你的弯道才可以对付到他们。我一早已经将把弯刀抌了落山，谢我从当天发过誓，以后都不再用它。丁庄主，现在武林正派面临浩劫，难道你真的忍心坐视不理？我既然发过的誓，难道我可以对天成言？丁庄主，现在武林中以你神剑三庄把守时剑，如果连你都不肯挺身而出，那武林之中就群龙无首了。到其时邪魔当道，正派没落，所谓唇亡齿寒，我想丁庄主你都难以独善其身。想不到我一直努力要摆脱的魔教，现在竟然是正派人士要求我重新魔道。少爷，老爷想见你。他在哪里？我正想找他。好，你跟我来。真是估不到，在我最需要帮忙的时候，我竟然可以见到你。魔教重出江湖，你一定会被卷入漩涡，所以我一定要见你。魔之子那件事你已经知道。魔之子究竟是什么人？从他杀人的剑法看来，他应该不是任天堂。是哪个不是那么重要，因为幕后主使的一定是任天行，他果然回来拿债。魔教在30年前被六大派逐出中原，今天他们回来报仇，一点都不奇。你可以说是报仇，但是用拿债来形容反而更加贴切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六大派实在是欠他太多，而罪魁祸首就是我。正邪对立，厮杀不停，是江湖上循环不变的定律。杀
三千年以嚟，正邪两派互相不断杀戮，好似厮杀，双方死伤无数，血流成河，冇人知道几时终止。但系双方都开始厌倦，过呢种你杀我，我杀你嘅生活。其实大家都怕死，如果继续不停咁杀落去，终有人死嘅可能系自己。新友年三月初五，我代表正派人士，正式同魔教教主任天行谈判。何为正？何为邪啊？自古以嚟，历代英雄有边一个唔系用枭雄嘅手段去夺得江山、夺得名利？当年元武门之变，李世民是亲兄弟得天下，当时嘅人都话佢灭绝人性。但系如果冇元武门之变，又何来日后嘅贞观之治？所以世间何为正？何为邪？根本就冇一个人可以讲得啱。事物就本来分两面，你哋啲所谓正派中人，口口声声话伸张正义，打住公理嘅旗帜，但系你知唔知道喺过程之中，你哋做咗几多唔见得光嘅事啊？我承认，的确有少部分害群之马，不过绝大部分嘅武林正派人士，佢哋嘅目的都系希望维护武林正义。咁我哋又唔系咩？唔通只有你少林武当峨眉昆仑先至可以维护武林正义，而我哋明月教就唔可以咩？你知唔知道我哋明月教教义系乜嘢啊？系江湖太平，永无纷争啊！哼，江湖太平，永无纷争，就呢几个字，杀死咗几多武林人士？为咗去完成一个远大嘅理想，牺牲系在所难免。你说得真是动听，你有没有想过死在你刀下的他们都有父母妻儿、我们足足争论了一日一夜，但是每一次的争辩只有令我对他更加尊敬，因为他的学问，他的胸襟都是我望尘莫及。我哋由敌对渐渐变为惺惺相惜，佢就好像一个相识咗好多年嘅朋友一样。我对住佢就好似对住一块镜，佢所讲嘅每一句说话都是我心里面所讲嘅说话。到最后我哋大家就有一个心愿，就是由今日开始纠缠千年嘅正邪斗争永不复见。但是在谈判的第二日，我不知道他是哪一个。在轻纱之后，他给到一种神秘的感觉出来，一阵阵的香气在轻纱后面传出来，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这种气味。究竟他是哪个？他是魔教的什么人？他同任天行又有咩关系？今次我哋个会谈系千年以嚟正邪两派第一次接触，各大门派都好紧张。今次会谈嘅结果，我哋每讲一句说话，每一个字都可以令到江湖有极大嘅变动。我哋倾到第三日，大家都认同正邪一定要分界。既然江湖系大同嘅，又何必分你我？但系因为一阵风。如果这阵风不吹过来，或者一切都会改写。他究竟是哪个？他究竟是哪个？他是天美公主，任天行未过门的妻子。那些故梦难说清楚，几点旧愁谁愿点破，吻别往事，作别往事，告别昨日恨爱的风波。星辉下，圆月光中，此刻心情才是真我。美丽夜，美丽人，美丽
世事令我想唱。